三轮车还要车牌啊？三轮车还要车牌啊？对，都开到牌子了。哦，这个许金营嘛，这么走。哦，黑车，虚车走了。待如果下雨怎么办？啊，下雨啊，快要下。鱼油、鱼罩、鱼棚子。哦。哇，这里面有个湖啊，这是什么？ 酒吧街，只有晚上开。对，它是酒店。夏天上面划船的、游泳的、钓鱼的，这可以游泳啊！对，冬天上面就可以滑冰了。啊，这水多深啊！两人多深。 吃饭不包含多少钱？
以前他是蒙古人统治的北京城。哦。这个明代就有了，元代就有了，元朝就有了。这是先有是看后有北京城。哦。这是张三丰跑来着，那不是武当山啊？对，那叫秦始皇跑。哦。严公堂立继位以后，把四个字名就立恭亲王奕欣，或者叫恭王。望海楼后边有静静。
杨尚昆的住的地方，住在这。现在是他女儿、儿子在住。这才是老伴。啊。对，冬天什么时候下雪？冬天一般到十二月，阳历十二月。十二月下雪。嗯。人下岗的就是十一月份。下雪这个还可以采？可以。哦。因为下雪也有游客呀。啊、哦。不过到冬天游客就太少了。你看冬天太，这一去零下十几度。柳盟街，在明朝的时候，这柳盟街称月牙河，1950年。哦，那这树明朝就有啊？不是，1950年改观了。哦，1950年改了，编种了很多柳。啊、嗯。在解放后，西藏前沿在江昌五将军楼下这街上。哦，所以人家称这条街呢为将军元帅街。哦，所以这旁边以前都将军元帅府。对对对，离得也不远。他们分好了。我们车游石大海的。这么大，刚绕一圈。那、啊、现在里面还有住啊？现在旅游景点。那旅游景点啊？嗯，那不是我们这里放的。中央府它是全省，是清朝是明年间大学是都跟着住的。后代都没有住啊。对，到了先生您的先生上住，有将军所赐的，他的弟弟金丝王李金，后金丝王，所以这一个中央府就犯了清朝。
那这边没有人讲满洲话，啊，以前清朝留下来的。哦，贝勒府。末代皇帝统一的都城。啊。哦，这里也有辅仁大学。对呀，解放后因为自己人，蒋介石拉着辅仁大学搬到台湾去了。哦，有啊。然后我找路。那在那边很穷困啊。对啊，他们教堂那种楼带的。嗯。好了，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啊，谢谢。嗯，这是去年新作，要是文物也不可能让我们摸到。对，真正是这样。那你们在门口拍照，看到门牌叫做恭王府，对吗？对，这个恭王府是这样的，最早这俩字门牌叫和府，那和珅被抄斩之后，他的家被封闭起来。还记得哈，这张床被称为全世界使用率最低的，因为在这张床上睡过的皇帝一只手就够了。清朝一共有10个皇帝，关内里边有10个皇帝，顺治到溥仪哈。那这10个皇帝里面，只有5个人他们论资排辈有资格睡这里，还不是5个人都睡过。其实根据正史的记载呢，在这张床上睡过的皇帝啊，应该只有康熙、同治还有溥仪，就这3位皇帝。啊，床上放的这些被褥，连铺带盖加在一起的数量不多不少，一共是18件，18件哦，分为9铺9盖，就是说铺9床，盖9床。其实大家只要稍微一想就知道，它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张，对吧？睡觉嘛，有一床就够了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呢？这个里边呢，它要的就是9的这个数字，18等于2个9，叫做长长久久。
皇帝封建帝王，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长长久久，也希望他跟皇后的感情能够长长久久，所以呢用了双九的含义。啊，那再有一点呢，和我们现在的习俗也有关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作为这个龙的传人啊，娶媳妇嫁女儿，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婚礼当中会准备很多五花八门的这些婚嫁用品。那在这些礼品当中啊，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不能没有的就是床上铺的这些被褥，对吧？因为在封建的男权社会形成了一种观念，重男轻女。我们现在说哈，以前不这样说，古代的时候叫男尊女卑，母以子贵。所以呢，长辈们是通过这个外在的事物表达自己的一种祝愿，备子备子啊，准备生子啊，母以子贵，备备生子啊。有兴趣里边我们再看，好吗？哎，这里有一件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地保国际啊，用传统的这种制作方式仿照坤宁宫这些喜被之中的一床，一比一的比例啊做过来的，原材料都是一样的，但有一点不一样，现在的技术和以前不一样。以前这种被套，说您别说养猫养狗，手粗脚粗一点，大家以前有用过的都知道容易勾丝跟起球，而现在这种面料经过现代技术的加工以后，您别说手粗脚粗，您真的是养猫养狗的话，这个被单都可以用到10年以上，不勾丝不起球啊。隔着一个玻璃让大家听着我吹也没意思哈，一会儿去里面我拿出来几件大家去试试看就行了。它放在凉水里面就可以打开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用开水煮过的，松松软软的一团，然后呢放在冷水里面把它撕开就行了。这个呢就叫剥茧，大家平时说的抽丝剥茧其实啊就是这么回事，非常简单，看到吗？有两个蛹哈，这个呢打开，油炸炒菜可以吃，王府井那边就有卖的高蛋白的，而我们要的就是这片蚕丝，在水里面把它清洗干净啊，清洗干净放大，放在这个油架上，它不会断掉啊，它不会断掉，看到吧，不会断掉。把它一直套够70个以后拿下来，就可以像这个帽子一样，70个的哈，就像这个帽子一样从这个上面拿下来的啊。然后呢用它手工来转，把它拉开就做被子啊。啊，那我其实一说到蚕丝被，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蚕丝被有个特点，大家都传得很神奇，冬暖夏凉，是吧？听说过吧？然后呢很轻很薄。其实跟大家讲，蚕丝被的好处如果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它不可能在今天还在卖啊。那大家来看，我们再去了解它，在灯光下来，您抬头看，我用手来拍打它，蚕丝没有灰尘和棉絮，没有尘螨啊，这个不会过敏。说我们家里面有老人家哮喘呢，小孩子敏敏感的话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这种长纤维的蚕丝被，防止尘螨的发生啊，这是一个好处。那再来看第二个优秀的特点，好来各位啦，把我的手放在这个水里边，用水把手洗湿以后拿出来，用蚕丝来擦手，这个手掌上的水分呢不会说很容易的就被擦干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蚕丝它是不吸水的蛋白质，所以呢我们换句话讲就是它可以防潮湿，睡觉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蚕丝直接盖在身上，它就可以挡住空气中的湿气，保护关节，预防风湿病和关节炎啊，这是蚕丝的很好的地方。但是说实话跟大家讲，在真正的生活当中，说我们团队里面有20个人，举个例子啊，有20个人，这20个人都买蚕丝被回家，至少得有18个人甚至19个人，这个蚕丝被是不具备防潮湿和防尘螨的基本功效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般来讲10个人买回去的被子，就有10个人把这个被子装在家里边一直在用的一个被套里面，对吧？你总不能把蚕丝直接盖在身上吧，要装一个被套。而我们一般家庭里面的被套都和这个毛巾差不多，是棉的，别管您是台湾的宽宁600支，还是欧洲的埃及金棉啊，还是什么高织棉、精梳棉，只要是棉把蚕丝包起来睡觉，大家看盖在身上和身体接触的这个成分发生了一个本质的转换，不再是蚕丝，而是棉花。棉花不具备防潮性，棉花也不具备防尘螨的基本功效，这个就是现实啊。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，如果您真的想用蚕丝被，那外面必须得是蚕丝被啊才有感觉，否则的话您就是盖30年40年蚕丝被也没有什么效果啊，这是很现实的。那来到我们这里呢，我们除了去给大家
传达、表现蚕丝被的优秀特点和好处以外，我们还能给大家提供一种比较简单啊，比较简单、比较科学的一种辨别蚕丝真假的一种方法，这个是最准确的。说您到百货商场要买一件这个丝绸的睡衣，您问人家店员，您说您这个衣服是蚕丝的吗？他说是。是100%蚕丝的吗？是。啊，把衣服拿过来，一看标签上面也写着100%。